在地下铁路的尽头，有一座神秘的杜林城市。那里的居民们与世隔绝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直到那一天，恶魔降临，天空坍塌，地下水涌入，无辜的人们沉入水底，孩子们的痛哭声响彻天际。这场灾难还没有结束，可怜的杜林人在恐惧和绝望中挣扎，而能拯救他们命运的人就是你。这就是你说的灾难？Hey.